是啥？俺们是中单。俺们是中单，这吸血鬼干啥呢？吸血鬼，来把牙锁啊！戳一刀，再戳。这冰女其实是有点客观。中风，哎一下，戳一下。杀不到，平 A 接中风 ，A 走位 ，A 拖，变形兵人，拖一下，一上来中风 ，A E 闪现，哎呦我操，这波进塔真是真傻逼，哎呦。这也行，我其实有感觉到我可能会进塔，你知道吧，但我没寻思那塔砸一下然后加点盐能死，戳打个 F6 去，回家了，这样就还好啊，我把兵线正好还推过去了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波不能回家，回家我丢了一波兵，不能丢啊，这兵不能丢。戳打反溜，平 A， 平 A 戳 ，A 一，一过来接中风，好闪兄弟 ，A 接中风致命点呀 ，A 一走。再一走，拖一下，一回来，一出耳链 ，A E， 好闪现呀，王八！这剑圣不知道要干嘛，没明白，就硬追呗。你是有闪现还是咋？你要干啥到底？你到底想干啥？等他把 Q 放了，我们上去杀他。你给我中风，正好被我打断。我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一直追，追个屁呀、啊！追，喜欢追是吧？这把出水银还，这把不出布甲，不出攻速还。人世道德也是一种奢侈。拖一下 ，A 一过来打半溜，中风。一过来戳一刀，哎呀，按快了，戳一刀，一过来平 A， 平 A， 中风，一上来戳 A， 再戳，没戳到算了，走位，这怎么戳着的？哎呀，这咋这么菜呢，蓝脸汉呐，在干嘛？
真是僵硬。看来这亚索不出攻速台确实不行，我跟你们说，太僵硬了，僵硬的不行啊。走，往下走一波。哎呀，剑圣砍死一个，我马上到。拖一下，平 A 平 A 拖 A A 一出二练，蓝 buff 有1150，那我绿叉都出出来的，告诉你，这怎么的呢？拖一下平 A， 不行，杀不了了。这咋的呀？哎呦我操，他还升级了！不是，这防御塔不应该再砸一下的了？这防御塔怎么又砸了我一下呀？我生气了，我蓝莲汉生气了，兄弟们，我生起气来非常可怕。我生起气来真的非常可怕。剑圣有红，你给我死！排追，马上一，这没办法了，不行，还是得水银海，水银海配个灵巧披风。
先上闪现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带个扫描，我差不多已经有点无敌了。当我杀完冰女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这把已经无敌了。是我傻逼。还有点盐不好打啊，这边先等一等，我们最好能吃个鸡。你妈了个蛋的，你咋的呀？你这有眼儿啊还是怎么的呀？红我打了，这给他狠的呀，他不敢上，没事。W 接中风，哎，一点不怕我这小子。我希望你能继续的不怕我啊！我希望你能继续的别怕我。他104刀，上路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我就在中路不走了。那剑圣搁旁边呢，他有闪，我们先闪，有没有那个河蟹来一个一抽走。演员说 A， 打不了说一过来 A 接中风平 A， 说 A， nice 兄弟，射钩子，好河蟹，这波没有你我救不了，所以我要把你打掉。啊！别中风！快来人！快来人！快来人！不行了！超防！你给我死！还装上逼了，小伙子，你可别让我大着你啊！漂亮，上高地，
我觉得吧，之所以前期没玩好，就是因为这亚索的英雄啊，不能用这个皮肤，这个皮肤的问题，这皮肤明显不行，没发现吗？手感不行，在皮肤。建议玩亚索的兄弟们不要买这个皮肤。小龙可以要来。三条小龙，哎呦，他们家两条小龙啊。这怎么龙你不打呀？你为什么不打龙啊？这 ADC， 那我就打个红吧。把我们家野区清一清啊！下路 ADC 就一个人，他可挺骚啊！他居然一个人敢骚啊，就跟这个积木一个人敢在这里骚一样。我没太懂为什么积木敢在这里骚积木，把他 A 死就得了啊，我们不需要放大招，上一个大招，一 Q W 呀， W 没有，再拖 A， 中风给大拖，下路怎么回事？快下路，拖 A 点燃平 A W A 拖 E 中风，拖一下蛤蟆，再拖一下蛤蟆，不敢守了吧？给我中风女警，这女警不怕我，这女警我没明白，这女警为什么不让中风不怕我？我没明白，给我中风，把下路塔拔了。大高的 life， 一出矮链 A 一走，一点血啊，给我中风，来个双峰吧，拖一下，再来一下闪现走，中风。